人们常说不作就不会死，可总有人喜欢挑战自己。一老外在沙滩上看见密密麻麻的鸡蛋，作死地把鸡蛋抱起来往身上放，但其实这些全是水母，老外被蛰得哇哇大叫。暴雨过后，海滩上出现一团神秘黑影，大胆的人们作死前去一探究竟，捞上来发现是一条怪鱼，还长着超大的锯子。下一秒画风突变，怪鱼在岸上疯狂挣扎，谁敢靠近就给谁一锯子。后来查阅资料才得知，这是一种叫巨鳐的鱼类，占体长三分之一的吻锯，令人生畏，同时也是它的武器。捕食时闯进鱼群中，一锯子可以将鱼切成两半。所以说，在遇见我们不熟悉的动物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